应该在这里开场了。噔噔噔，今天主题呢就是，如果只能带走一本书，你们是不是在阻止我？只能买一本哦。对，那我要买哪一本啊？头好痛！哎，他已售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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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剩什么？好了，我要结账。黑马不是售后要走的，哪一个是攻，哪一个是受？是攻就受。完全空掉的东西，这个没办法只买一个耶。好，先拿，先拿。已经完全没有办法买到，动漫姐看到的时候直接把它带回家。把它带走呢，就是因为我看中了它里面的手机架。我要呼叫人来救我。Hello， 大家好，我是你们福特党 Niki。那呢，我们现在来到了台北的动漫节的现场，今天就要来逛逛展览之外呢，我们有一个主题，今天主题呢就是如果只能带走一本书，因为我们有很多出版社，然后有很多摊位，到底如果只有一个商品的扣打的话，大家到底都会带走哪一些战利品？你们是不是要阻止我？只能买一本哦。对，如果只能带走一本的话，到底会带走哪些？逛完之后会带走这些战利品回来棚内拆箱给大家。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先去逛展吧， Go Go Go！今年就是听说超多人的，因为如果大家有看报道的话，应该就知道第一天好像就挤入快要超多10万的。我觉得今天有走到，我还蛮欣慰的，想说应该可以稍微逛一下，然后拍一些东西给大家。走走走走。599，哇塞，不会果然是很贵的男人啊。我以前也很希望就是未来有一天那个游戏王可以有那个手的那个，然后真的可以投放，然后真的让他们对打，但是好像没有办法，至今好像已经过了20年了。还剩什么？真的真的，哎，你有养过恋与制作人的男人吗？有。哦，他就一点，我是李太太，对，哲言太太，谢谢。这一次长虹主打的应该是这本吧？这个调价狂犬，他们这本广告打很大。是很想知道这个是不是 BL， 应该是轻小说，我觉得。对，那我要买哪一本啊？我如果我只能带走一本，啊，现在头好痛。你知道日本已经完结了吗？第四集完结，我已经买了日版的了。但不知道是不是新的。我想找到我想要买的这个，我觉得它画得很好看哎，很斯文的那种，然后成熟男生，然后长瘦这样。年下看起来就是年下，香，就它了。它还含那个画匠，它的画匠好酷哦，酷吧？哦，它还有瓶装版，我冷静看一下它里面到底有什么。冷静的设计。好了，我要结账。这个应该是之前的了吧，不是新的了。东贩出了名，就是他们会喜欢把 BL 放在这样 L 型区或是么字型，腐女就在这里逛这样，对，安心的在这里，对，特别的一个设计，对，基爱体位，还有它还有别的哎，爱爱体位，爱爱姿势，很认真在选哎。我应该买 GI 啊，两本，不行，只能选一本。啊，很难选呢。
选这个吧，因为他有先教身体部位的画法，也许对我有帮助。很好看吗？很好看。那就先拿这个吗？拿着，先拿着。默默的看一下，真是。还你我 CP 了。我等一下问问看公关，我要确认一下哦。确认的话我就买喽。这个黑发不是瘦的话要走了。哪一个是公，哪一个是瘦？这公是瘦。这本你觉得腻吗？有一点，它的瘦很可爱，我很推荐这本。真的、哦，我自己很喜欢这本。这本我看很久了，终于非常有，终于来了，大推荐。真的，真的超爱的。这个作者惊人，他的第一本书就是这本。哦，是吗？绘画技跟剧情都很好。对，所以我就想说，哦，好可爱哦。你有带他的纸吗？对，我这边有。你有带树吗？他是谁？哦，你还有 Wookie 妈妈。哎，我没有带卢卡，哎，那失策了 ，sorry。那就带吧。这个大推哦，对，我很喜欢，大推，个人很喜欢 ，I love。日本有续集啊、哦？真的吗？对，日本出续篇了啊、哦？那就等你们了，没问题，等你们。我现在来看看台湾的角川，因为曾经我就说，希望呢角川在今年可以进化到就是一整排都是 BL， 然后我们现在来看看他进化多少吧。我们钢铁直男的最后一道防线。事实啊，他的 BL 他会萎缩，我们不是已经约定好了？没有萎缩啦，我跟台湾会约定好了，今年能不能扩展到一排？这是台湾原创土围老师的 BL 作品，昨天办的土围老师的签名会吗？老师说这个是写给出版社跟所有实体书界的情书，看他会流泪。确实是，确实是。然后这本是土围老师跟台湾小庄回围了5年还是7年的新作，香的原因是因为它里面的他是书店店长，那就是快倒的书店店长，快撑不下去了。对，他是吃书长大，所以也是说你会看他很瘦弱的少年时期这个样子，然后他变正菜，吃一堆同人本啊，吃一堆 BL， 吃一堆18禁的就会变成对，长的就是变公的，吃掉养他的，对，吃掉养他的人。自己本身觉得设定很香，很赞啊，这样子。然后这个是那个放学后的他第二集了，对，第二集的部分。然后这次是有出特装版，第一集没有出特装版，第一集好像是有手刷特点，对。然后市面上也是，不过卖得很好啊，卖得非常好，对对。所以我们就出了第二集，想说要在这边做手卖这样。还不就是当年你说的那一句，我们对啊，每年都会有安排的小角落，有啦，但是就是为了你，能不能再一排这样？我们尽力。这之前有介绍过是，对，语义错误，然后这个是泰国的，对，卖啊画那个书封的菜单，基本上现在。也有一个市场，就是喜欢泰坦，就是一群固定的粉丝非常的喜欢这一套，这一套叫做星空收藏卡，我个人觉得做的质感非常漂亮哎。它总共有4种底色，然后就是一整套里面有各种我们家的人气角色，萝莉角色，还是有男角在里面的，好吧？王者，今年王者是不是，对，昨天已经宣布了特装版限定版全部卖完了，哇，对，超扯了，这就是会场限定小卡，对，所以大家很多好朋友都是努力的冲进我们摊位，就是为了会场限定小卡，对，这是我们跟日本会争取，因为这是老师，抱歉，很抱歉 ，sorry， 抱歉了，对，拜拜。这边场地特别宽敞的，但它的结局让人家很 sad， 我觉得要看嘛，如果。看完之后可能会有点小小的失落，这样。我觉得老师他的选材是很特别，而且他是有点倒叙法，你到最后才会看得出来他到整个的主轴跟攻受的整个心态。然后这个就林婉老师的心思，到时候新书开箱会再给大家。啊，可是如果我真的要选一本的话，哎，不然就是单选他，这本很好看，可爱，我个人很喜欢。它是一个比较轻快类型的，就是如果你们。看完这个然后觉得很 sad 的话就可以看这一本，而且它是一而已，然后后面还有二，一就是有点小公渐渐有点改观，然后二的话就看他到底能不能最后终于结婚这样。哦，这本也是新的，这本的续集，然后我个人是觉得就是这本就有一点点比较让我失望，小时候就是他在这本的时候还蛮男子气概的，然后因为在第二集的时候，他就一直很想要拒绝承认他就是其实是喜欢小红，做了一连串别扭的事情，可恶，很想让他更匹配，然后让他清醒。所以你们这不是随机的吗？随机的，随机的，对，只有选类型，没有选作品。哦 ，OK， 谢谢，感谢你，耶、yeah ，好，我要现场拍吗？哎、hey。
一心一意，第一位。啊，人在哪里？就是东西呢？东西呢？希望这次不要再松松的了。不知道为什么我之前买的那个版本超松的，就是我卡的时候它会直接卡不住。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你知道。就是特别松，我也不知道他到底是被什么东西弄得很松。浮黑会不排除提告喽，还要提告喽。我之前也有买帽子啊，这链巨人的帽子哎，我有这两件，它是公关送的，然后这是我之前买的，好，我就买这个了。一个棒子给我吃，我本来想要带它回去的，就是如果真的要只买一本书的话，是想要带兔子钻，但是然而现在已经没有货了。我来想一下还有什么东西可以买呢？这次他们其实寒漫也有蛮多部的，除了兔子钻之外，还有新进职员，然后夜化帐六也是，新进职员二，然后还有开货关三次，三次我就觉得很屌，大家有这么长吗？应该是这样吧，这样的长度。以现在这个状况来讲的话。我就先拿个新进职员看，确定是新进职员的，而且我个人很喜欢他这个手机支架，我觉得很实用。回去了，回去再开箱吧。张，那我们现在从动漫展回来了。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大家还记得吗？从每一个摊位呢，如果只能带一个东西的话，会带什么样的东西回来？但是呢，非常感谢各家公关们的爱戴，是有带了蛮多回来的。那当然最后也会赠送一些很厉害的东西给大家，所以呢，影片一定要看到最后。好，那我现在呢，就先来一一的开箱一下，到底呢，从各个摊位带走了哪一个珍贵、宝贵、number one的物品？先从 BL 开始介绍起。好了，那今天的出版社呢，其实这一次动漫节认真说起来好像没有推出什么新的书。在 BL 这一块来讲的话，其实刚十二月他们才结束很厉害的蓝月季，很多新书啊好书都是在蓝月季的时候都已经倾巢而出了，所以一月份的动漫节呢就是蓝月季的书然后延续卖，这样这一次就没有特别主打的橱窗啊或是作品等等。那如果真的要给大家推荐一本的话呢，我觉得这本非典型的 ABO 作品，然后之前我在新书开箱的影片当中其实也有推荐过了，非常搞笑然后又可爱，我个人很喜欢小说的个性，非常的极力的推荐这本。但其实蓝月季的书上个月已经有收到非常非常的多了，我其实还在消化当中啦，很多我其实基本上已经看的就是我自己比较感兴趣的，如果我真的没有空就是拍影片的话，可能可以用 IG 的方式跟大家聊一下或是写一下感想给大家。那还是长虹出版社的这本呢是逢源感情进化，那其实我是第一次看这个老师的书，
个人是很喜欢他的画风，有点神似于木下 Keiko 老师，因为外貌协会的关系，然后所以就带走这本。而且我很喜欢他画的那种背景，因为是那种昭和或是大正时期的，那时候日本背景之下，守旧派的人有那种世袭制啊，然后是穿这种和服类型，也有一派的人是开始走西洋化的路线，混合式的背景之下的产物。小时候他其实是管理店铺的一个老爷，然后小宫呢是从东京，然后因为地震，然后被人家介绍，然后到大阪呢，这是小时候的专属司机。老爷平时的装扮呢，都是这种穿这种和服，然后呢，小宫就是穿这种西装笔挺的司机。我觉得这本书比较大的看点呢，其实是在于小宫他的个性是比较反差的，他非常的严谨，然后不苟言笑，做事就是一板一眼的。老爷他就是有点小孩子气，所以他就会希望说小宫可以多笑啊。那他也在这个每天呢，就是帮老爷开车的情况下，喜欢上他，然后都会把一些小心思啊写在自己的日记上面。老爷就有一天就突然想要偷偷的去看了他的日记，但是他们两个人其实也是很坦诚，他就发现哎、小宫原来是好像喜欢上自己。小时候也很坦然就是跟他讲说抱歉我看了你的日记，反正两个人就是蛮大人式的恋爱。我觉得故事虽然没有到很深刻啦，但是逻辑性都还蛮合理的。然后我觉得这个地方应该是很大的爆点，就是他发现他写的日记就是他已经不能对老爷就是抱持着尊敬的感觉了，小宫就回来了，然后两个人就看到对方。然后我觉得有一些就是场景啊，然后加上他们的服装变得很有那种偶像剧的场景，偶像剧的场景。他在这个特装版里面内容物呢有这个特点卡五路组，然后总共有五个造型，这边是小宫跟小兽，对，然后再来是有彩页版的，两位都是大帅哥 ，Oh my god！ 对，然后还有这个，然后还有一个漫画折页，然后总共是四批，有一些故事剧情，这样很短，短短的。再来呢，就是比较特别的是，它还有这个复制画组，还送你一个画架，可以让你直接把它放上去，我觉得很酷。其实真的画得很好哎、我愿把它放在我们的工作室。好，好，然后再来呢，就是台湾角川这本，如果没有去第一天的话呢，已经完全没有办法买到。它不算正规的 BL 作品，它被官方归类在少年的惊悚悬疑的作品当中，但是原本作者他在画的时候，好像听说是把它归类在 BL， 然后后来出版的时候又改了一下，所以其实有点小擦边嘛。它真的非常非常红，所以我去摊位上的时候呢，就立刻说哇，这个价我还有办法，就是入手到一本。这本呢就是光逝去的夏天第一集，如同他书名说的，就是这个少年他叫光，然后他跟这位主角他们就是竹马竹马的关系。故事一开始两人就是在聊天的时候呢，其实就发现光在半年前曾经在山里失踪一个礼拜，因为两人是好友的关系，所以他就直面认为说光好像怪怪的，已经好像不是他的那种感觉，这个光他已经不是人类的形态了，所以他就抱住这个自由跟他讲说，虽然我不是光，但是我是以光的模样跟有他的记忆，所以他希望他当做没有这件事情，然后继续跟他成为好朋友，然后两个人继续生活。好友也很想要他继续留在自己身边，所以两个人就达成共识，谁也不戳破谁这样子。后面就是有一些爆点，他因为他结束在一个很令人不知道到底后面会怎么样，我也是在等第二集。因为其实对于光来讲的话呢，这所有的东西都是他初体验，然后包含交朋友，如果发生这种事情的时候，到底要怎么样去定义这样子的一个人，我觉得这是还蛮值得探讨的事情。但它里面就是真的有很多画面渲染会让大家觉得有点可怕，但是又很想要继续看下去。台湾角川呢，它随书有附赠手刷限定的卡，就跟封面一样的，然后是放在书里面，然后再来还有这种通路限定的。通路限定呢总共有三个版本，有网络的版本，然后也有他们台湾角川自己官方的版本，然后这个就是角川官方的版本，是彩图。然后它的网络通路呢有两种不同特点卡，我觉得这本作品是还蛮特别的，我会很想要知道到底后面会怎么样处理两人的关系进展。然后再来呢，就是东立只能选一本书的话呢，我选择的是这本《我的心爱特务》，我这次入手的是手刷限定版的，然后上下。这本书呢，其实在还没有台版之前，前剪辑师就是在壁纸盲翻的那个小艺呢，之前就已经有推荐我看过，就是他有买日版，因为他很喜欢这个故事，然后就是传教给我。然后那时候我就想说，其实画风还蛮不错的，然后里面故事也是很可爱。
块，然后我就一直在等待台版。我就在动漫姐看到的时候，直接把它带回家。上司就是特务手，然后他是一个轻佻的下属工，小工就会说：“哦，我如果今天抓到了三个犯人的话呢，就是我要跟你约会。”前辈他是那种反差萌，他就看起来呢很冰冷，然后就是又漂漂亮亮的等等的，但其实实际上呢，就是他什么都不懂，他又是那种很认真的类型。面对于下属邀请约会的时候呢，他一边就是说什么太轻浮了，然后一面呢拿着手机，然后查说哪一些地方啊，哪一些行为可以好好的约会。两个人呢就是在那种半同居的情况下感情升温，上一其实有一点点是他们两个人的感情，到最后确定了，然后下呢有一些他们的家世背景的纠结，但是都很好的很快的就处理完了，不会让你觉得啊天哪，这是拖泥带水。然后它里面也有很多的笑点，就小公就会说就是今晚要申请约会这样，然后小时候其实就是一个超级纯情的男子，他一直很想要跟小公坦白自己的心意，但是开不了口，就是开不了口让他知道。然后小公就是做了一个非常窝心的事情，小时候呢原本也以为就是小公可能就是放弃了，已经走掉了，就没想到呢小公就突然回来，然后就带了一杯咖啡，然后他就说感觉好像你还要很久的时间，然后会等你开口想要讲，很有耐心。老师画了那种呆萌然后尴尬然后无语的那种傻傻的表情，真的超级好笑的。而且这一次的特装版是很硬的那种小册子，磅数很高的纸质，然后总共里面有16页，超级厉害。然后呢还有这两个同样是上下集封面的典藏卡哦，还有就是这个就是书卡组六路哦，天哪，它是这样子的，真的是美人小说 ，Oh my god！ 然后两个人的特务日常，然后再来呢，就是平行出版社的新进职员把他带走呢，就是因为我看中了他里面的手机架，超级实用。我社长就是实用派的，周边实用派类型。然后再来呢是这个收纳夹，收纳夹是长这样子，然后它里面呢。这边可以夹东西，然后再来呢就是这个透卡，而且这次新进职员的老师也有默默的跑来台湾，然后拍了很多就是新进职员的照片，觉得老师超级可爱的，大家可以去老师的推特看一下，觉得非常可爱。新进职员呢他这次也有8张的明信片，这真的太好看了吧，好，最后要来猜一下我最期待的手机架。我要呼叫了，奶救我！加，这真完美遮住两人。当你拿下来的时候看到你 CP， 当你拿下来的时候看到你 CP。再来最后一间晚上的就是东范出版社的书。那我这一次呢，就是没有买他们的 BL 本本。但是呢我有买 BL 相关本 BL 爱爱场景绘画技巧，我有想要睽违已久的就是拾起我的画笔。基本上社长呢的绘画能力大致上就是那种火柴人，如果有参加二手拍就可以知道我画的那个图片大概就是长那样子而已，已经没有办法再更高了。所以我有在想，欸，今年是不是应该要去进修一下。那我觉得2-3月我会再发一支影片，然后跟大家分享一下我2-3年的特别的计划，然后跟想要做的事情，应该会有蛮大的转变的，所以就是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它这一本是比较初学者可以适用的，它除了就是有教体位之外呢，其实它还有教就是这个构造，然后跟比例，然后要怎么样去画，然后还有画那个各种的接吻的方式，看线条坏画坏画，然后重点是天哪，为什么画这样子就都还好，但是画成这样就是很厉害，希望我有一天也可以像这样。那我这样可以出本勒， Oh my god， 他还有画体艺的种类耶，他还有教拟生词的表现。现在为了求生欲只能给大家看就是拟生词的部分，然后旁边这种就不能给大家看。再来呢，我呢还有去木棉花还有林芳这两摊，如果有去动漫节的人就知道多难排。我这次呢在木棉花入手到的呢就是这个，社长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资料夹控，只要资料夹我全收。天哪，这两张真的是完美，虽然是的确是突破两个啦，因为同样一个角色，然后又是同样一个物品呀，都是资料夹，所以就姑且让它当作是一个东西。这个它是可以分层的这种，那3层的话基本上就可以装蛮多不一样的资料。我每次买资料夹的时候都会觉得哇，
Niki， 你真是一个很棒的小孩，工作的时候都可以用得到，哎、欸，很棒。但你说我真的会拿来用吗？我还真的会，但就会珍贵的用啦，有就是一年可能换一次吧。然后再来呢，我邻邦买的就是另外我的婆慧慧，我婆邻邦我是不知道他们有没有改进了，因为之前我买过他们家的立牌，然后大家就是你可以看到，就是很松。我前面的祭坛就是福黑会，它就是我拿的时候，然后它这块就会掉下来。OK， 太棒了，这次不会掉，好赞哦，棒，喜欢。我觉得这盘真的很好看，嗯，完全喜好一致，巧克力就是我的爱。那当然，最后呢，也要公布一下我们的优惠抽奖时间了。那这次呢，准备了10个礼物要给大家。这三个呢，就是尖端出版社的隐藏式的海报，像有什么歌舞伎町啊，然后还有一些就是都是 BL 偶像的海报。然后再来呢，就是长虹出版社的 A4 的资料夹，然后它其实总共呢有6款，然后我准备了4个，就是要送大家。那大家就是自凭手气，就是看看会抽到哪一样。那再来最后平心出版社这一次的满额赠品，那他们这一次呢满500块就有一个印签的迷你小画板，然后里面都有各式各样不同绘师画的作品板子。如果没有去现场的话，也可以在线上云试手气，就在下方呢留言。那抽奖的办法呢跟资讯呢我都会放在就是置顶留言处，那大家就可以去看一下，可以有机会获得我们这十个奖项的其中一个咯。那希望今天的动漫节的 Vlog 影片呢大家看得开心看得喜欢，然后开箱呢也看得开心看得喜欢。如果喜欢的作品的话呢赶快把它带回家，这一次动漫节真的是超级超级挤的， Oh my god， 幸好我已经是第三天去了，比较没有被挤到。那最后呢也不要忘了要帮我把这部影片呢按个赞，然后并且分享出去给你想要抽奖啊或者喜欢看 BL 啊然后喜欢看动漫的朋友们，还有要订阅我的频道开启小铃铛。那我是 Niki， 我们就下次影片见了，拜拜。